再次的挥棒落空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，看看右外野手最后到位，啊，把这个飞球呢给截杀，啊，比赛结束。那么中华队呢在超级循环赛，那么最后场比赛呢，最终那么是以5-2，那么击败了日本队，那么拿下比赛的胜利啊。虽然明天台日呢，两队呢还要在金牌战呢再交手一场，但中华队呢从预赛第一场比赛开始，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气势如虹，势如破竹。那本届赛会呢目前已经是取得了8连胜的成绩。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盼望在明天呢晚间6点钟的金牌战，我们能够最后用第9胜来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那最后比数5-2，我们休息一下。记得要订阅公视领域24节。